如果不知道主持人，全麦非常。好，抓头。肉包、菜包、竹笋包、豆沙、芝麻、馒头、包子、馒头。受过训练吗？没有。被爸爸教的吗？啊，对。那你爸爸还喊吗？哦，他喊得更好听。去哪里可以听得到？我不知道，他现在都没有在卖，都是我在卖比较多。哦，他之前都有在卖，现在他都叫我出来卖了。他现在都这个都休息比较多，这样。是不是他发现儿子卖点也蛮高的？都不错了。看到年轻人卖蛮多。我有学到精髓。你说一下精髓。那精髓无法说。不方便说还是无法说？就不太方便说，因为这个就是有点困难。商业机密。对，商业机密、哦。真的。你就有机会看我卖馒头，再观察观察。但是第一个重点就是一定要喊包子馒头，但是很多人不敢喊就没有办法卖得好，这是重点，第一个重点。不管做任何生意，只要能够愿意喊愿意叫，一定会有生意。但是如果默默的在旁边都不讲话，如没有热忱不够热情，那一定会卖不好。其实做生意都是这样。